界各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12岁女孩百爱丽，来自黑山。今天我就想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。你们会发现啊，它是从一个家喻户晓的文言文中受到启示的。磨真心在象耳山下，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，未成弃去。我是昔逢老媪方磨铁杵，问之曰：“与作真？”太白感其意，还祖业。李白所看到的感动了他，而这个文言文的道理则感动了我。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我喜欢研究中国文化和语言，对他们的热爱正是我想要努力磨自己的针的理由。早上醒来还想再睡一会儿，但我为了完成自己的汉语作业，坚持早点起床。新的动画片出来了，但是我不顾一切练习写中文字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铁杵更轻了，更尖了，变得更像一条针了。哎，瞧，它里面是出现一种小小的光芒了吗？还是继续努力磨它吧，也许学习到得到尖锐的针的程度后，还会从中得到宝石呢。父母说知识非常的宝贵，我相信他们，并想要用自己在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过程中所得到的成就，创造很多知识之宝石，而我会将这些宝石传播到世界的所有角落，并用知识连接世界，让它成为天下的一家。